人这一辈子啊，光着屁股哭着来，两手空空哭着走，很辛苦的。哎，你不能因为反正是要死的，你就不活了吗？除了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钱，吃喝拉撒睡什么不要，你还坐得住吗？既然你坐不住，那么你就出去打工嘛，为什么一定要当老板呢？哎，话讲回来哈，就算你当了老板，亿万富翁，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哎呦，那个钱啊，多得连这个院子都放不下，花都花不完。但是我又要问你了，有一天你走了呢，这些东西你可带得走？人死了好打发的很，纸糊的东西，车子房子别墅，金童玉女，天地银行，几千几百个亿，你讲嘛，你要多少？你的后辈花不了多少钱，全部置备齐，通通烧给你。个对。哎呦，我最不爱讲这些事情了，我随便一说，你们随便一听，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，我的活还没有干完。